先来一点点圆弧度下来，哈、哦，拉下来，这个叫琵琶筋。介绍旗袍的领口设计，老师传授传统礼服的制作流程，让来自中国越南的新住民大开眼界。透过这种传统的中华文化的一种传承，让我们所有的，就是因为现在女性力量，它不仅是家庭，它也是整个社会推动和建设的一个重要推手。那希望透过我们这种传统文化的一个服饰的制作，那最后让大家就是了解到，就是说，哎，我们就是女性也可以展示这种自己的更加自信和更美的一面。我觉得可以调整我们自己的身材的曲线，然后穿起旗袍来，女性比较有自信，走路都有风。其实有一点像，但是它是我们越南旗袍，就是长袄的话，它就有裤子。啊，这个是不用穿裤子，但是曲线倒是一样，可是就是显出女生的美。Hey, 我是很喜欢越南的衣服，所以我就刚好有这个课程，真的不能错过，就来了。开始压下来，经过 VP 线到腰最长的地方，就是前所谓的前站。然而要制作一件旗袍可不简单，光是量尺寸就有十多道程序。为了制作气质出众的礼服，老师教课也不马虎。啊，他比较挺胸，他的衣服裁起来后面就要多气。你如果前站十六半，后面你就扣掉胸部，再多气两分。它比较挺胸，你没有多气，穿起来这里会鼓鼓的。就是说穿旗袍有那个感觉，有那气质的感觉，一直想要穿，就过来学习。以前有做过衣服吗？没有，没有。今天是向老师做的学习，非常新鲜呐、啊，觉得可以，就是每次看到人家穿旗袍都觉得好漂亮，好想学习这个的制作过程。对，会不会觉得这个旗袍会感觉很难这样子？是有一点哎、欸，因为我觉得好像那个工都还蛮细的，对啊，但是我觉得有老师教可以来尝试看。就是尺寸拿捏仔细，才能凸显高贵优雅。老师也认为，常穿旗袍可以维持好身材。旗袍讲究身材。常穿旗袍的人，他会保持身材，为什么？他就怕胖，一胖起来，旗袍就不能穿。他会控制饮食，那装洋装不一样啊，这么大，他随便他吃，胖他也不少。第一次穿，第一次穿，感觉穿起来怎么样？很舒服。很棒，看起来很蛮喜欢的。就是从小看到那个电影啊什么的，那都是穿旗袍。那我们中国人旗袍的文化是悠久历史的，所以就有那种从小有看到接触到就比较喜欢。还不错啦，就是会比较有修饰我们的那个身材啦，看上去就是像你说的比较有那个气质不一样啊，对对，适合参加宴会什么的。所以自己想要学怎么做旗袍这样子，也是想说去尝试体验不同风格的衣服啊。越南国服也属于旗袍的一种，但是跟传统旗袍不同点在于开叉部分。新住民第一次开办社区研习活动，希望学习传统族群服饰制作，传播家乡文化。记者吴永淳，桃园报道。